你要枕头给你吧。那我就。外套脱了。我有洁癖，不好意思。那我裤子。你这么看着我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哦，我等你睡着了，我就出去。那个，嗯，你跟我讲讲你的事情吧。我的事情？就比如，你今年多大啦？家里几口人呀？什么星座啊？什么血型啊之类的？你问这些干嘛呀？我查个户口不行吗？你是不是忘了咱俩现在什么关系啊？咱俩什么关系啊？用你们那儿的话来说，咱俩现在是合法的、单纯的夫妻关系啊。所以你现在多大了？按你们地球的历法来算的话，应该是30岁吧。嗯，挺好，挺好的。那你在新海蔷薇上还有家人吗？新海蔷薇人没有家人。那以后。我就是你的家人，还有外婆。星座呢？血型呢？还有你生日是什么时候？星座、血型，我都不知道。生日，我就没有生日。怎么会没有生日呢？你不知道出生年月日啊？我还是个胚胎的时候就被带到星海蔷薇了，至于是哪天出生的，根本就没有人跟我说过。要不这样吧，就把今天当成你的生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样，以后你每年的生日都会比我晚一天，以后我们每年就可以一起过生日，我们还可以交换礼物。你昨天送了我，我今天送你，完美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完。天君，遇见你我很幸运。我也是。Thank you.
你这样睡觉不闷吗？我挺好的，你别管我。白夜，有些话一直都想要告诉你，却不好意思开口。第一次相遇的时候，你就抢走了我的初吻，还打破了我的次元壁。我曾经那么讨厌你，觉得你是一个臭流氓，千方百计的想要摆脱你。但现在想起来，与你相遇，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奇迹。你是我的男主角，也是你让我成为了自己人生的女主角。就是在这里，你为我又创造了一次比赛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还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直如此热爱漫画。直到那天，我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，才真正的明白，原来我画画是因为我喜欢，也只是因为我喜欢。你让我知道，我不是一个笑话。我是一个勇敢的女孩，那一天是你送给我最美好的礼物。那天晚上，你为我下了一场流星雨。我第一次知道喜欢一个人是怎样的感觉。我们之间有心灵感应。你说，哪有女孩子刚一恋爱就被发现的呀？所以那几天，我的心脏就像上了一辆过山车，到达过顶峰，也坠入过低谷。爱是相知，是责任。每次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总会出现在我身边。只要你在，
我就相信一切都会变好。你为我过了我的第21个生日，那今天我要为你过你的第1个生日。安白夜，1岁生日快乐！田姐你好，我是星海002，我是星海019。哎，你别打扰我，吃饭去。马上录完，快点啊！田姐你好，我是安白夜。这是一封从几亿光年外发来的邮件，可能离你有点远。当你收到他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回到你的漫画里了。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我们回到仙海蔷薇才知道，先知在12年前牺牲的时候，就把预言之石送到了地球，被你父亲捡到了。我知道你非常怨恨我，你一定特别讨厌我这么做，连句再见都不说就这么走了。其实我每天都能听到你的声音，真的，我每天都能听到你在骂我，甚至有很多时候骂得特别难听。呀呀！所以为了让你安心下来，这封信我一定要写。就在前段时间，我经历了一场星海蔷薇上的战争，是019救了我。现在我和019，我和云霄逸，成为了星海蔷薇上仅存的2个拥有感情的人。他常常思念他爱的人，我也是。甜甜啊，别画了，早点睡吧。哎呦，外婆，乖乖龙叮咚啊，你也早点睡。甜甜，这谁呀？你谁呀？救安白夜。